算一算，我自己也差不多就是在台湾剧场工作了30年，转眼两天月刚好30岁。因为我参加的剧团都不太有钱，多亏两厅院，我参加了不少次他们的 TIFA 或者艺术旗舰，也因为这样呢，我们可以依照我们的理想来呈现一些比较大规模的剧场。我是希望我跟着两厅院，跟着大家一起看见未来。流光瞬息，看见未来。